噗噗，11月19日，是北京时间11月19日19点35分。2018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 U21 国足迎来了第三个对手墨西哥 U21。上半场比赛，纳瓦罗抓住中国队库迪热奇与严鼎浩的配合失误陷入一球，刘若凡补射扳平比分。半场结束 ,U21 国足1-1墨西哥 U21 国足在前两场比赛取得了1-1的成绩。本场比赛 ,U21 国足必须赢球才夺冠，而 U21 国足队阵容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轮换。王正宇出任队长，林良铭出战。第五分钟，贾瑞欧左路传中，拉拉胸部停球后左脚铲射，皮球第一下被库迪热提扑出，随后严鼎浩与库迪热提配合失误，纳瓦罗抓住机会轻松破门。0-1，第11分钟，郭靖禁区内甩头攻门，被对方在门线前解围。第20分钟，李维拉外围选择远射，皮球直接被库迪热提没收。第27分钟，胡靖航右路挤开防守后底线前横传，皮球被对手后卫解围后弹到反应不及的刘若凡身上，遗憾错失良机。第33分钟，姚道刚开出右侧任意球，林良铭俯身冲顶攻门被门将扑出，刘若凡跟进补射扳平比分1-1。第44分钟，迪利姆拉起小禁区内将对手的威胁传中及时解围。半场结束 ,U21 国足1-1墨西哥 U21, 出场阵容中国 U21 4-5-1, 31库迪热奇 ,24 迪利穆拉奇黄正宇 ,3 郭靖 ,4 郭家宝 ,16 冯国轩 ,18 胡靖航 ,21 严鼎浩 ,15 姚道刚 ,14 林良铭 ,9 刘若凡墨西哥 U21 4-5-1, 12冈萨雷斯 ,2 罗德里格斯 ,3 维德拉 ,4 巴拉扎3索洛扎诺巴雷耶斯 ,18 查瑞欧 ,10 拉拉 ,16 里维拉 ,7 罗梅罗 ,9 纳瓦罗。